们持续的往前走啊，往前走。好，往前走，前面有在做解说哈。等一下呢，那个蒸汽的机车头开出来的时候，它要离。再有花东铁路，1926年开始以后，花东铁路就是0.762轨迹的车厢，哦，它0.762像我们现在在高铁或是捷运是1.43，所以差距不大，所以那个动这就是我们那家哈，客家四辆客车，一辆蒸汽机车，因为蒸汽机车停在那边了，他过来是因为第一辆车哦有档案哦。我们只要哦，这个 L 就是 Light Railway， 就是轻便轨道哦。这个 D 就是我们的柴油哦 ，Diesel。这个 Rail 哦，所以我们是这样编号编在这里。这一辆车，这四辆都是我们台湾自己制造的啊。那这个是在民国57年，当初为慢慢推动快速化，首先柴油化哈，但是这一辆是还由客车来改，我们57年柴油化，60年这个就有162.2公里，3个小时。全世界来看，这个跑70公里全程轨道，跑光华哈，就是这辆车哈，但是我们在这个71年的6月26号把它。好玩哦，都小一点呀。好，来往后看哦，往后看，谁挂在后面呢？啊，不是停在那里给大家拍照哈。哎，往这边看，往这边看。好，来接过来，接过来，哎，接过来，接过来。还有3米，两年吧。还有两米。看一下电风扇会转。
哦，不能单哦，连体那个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一人做一个。这个是免单的。嘿嘿。老火车是你要接那种吗？老火车，它是厨艺的，但是呢，它的那个在当初呢，它还没产业化之前呢，它是我们的主力火车哈、哦。在当初有13辆老火车，那我们台湾只有2辆。1908年的那个双快线铁路通车之后呢，1909年我们华东线铁路局来兴建的，所以说我们华东铁路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哈，对华东的发展上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景点，功不可没。要不要听一下那个汽笛的声音？啊，汽笛声，我们之后。我们要鸣下汽笛。
谢各位今天的首航体验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谢谢。顺利顺利。
要走上去了，很危险啊！好，我们要进去了。哦，哎呦，我们车子要开动了，车子要开进去。没关系，我等一下上去了。